要为拿，好来，哇，再往你们的右手边，好，谢谢，今天真的哦，哇，这个画面太美了，谢谢 MV 女主角小薰特别来这边帮 KU 加油，谢谢上一张发片的时候也有来到现场，两个人变成好朋友的乖乖也来了，好来右手边麻烦三位，谢谢小薰，你脚摇出来跟乖乖一样，你左脚一左一右这样好来正前方三位看一下下，哇古耀威真的是艳福不浅哎！好来左手边，真的很谢谢他最左边，他没有做善事的机会，感谢感谢啊，最左边好友桌这边可以看一下下，好 OK， 我们的这个先谢谢乖乖，再次感谢你哦，下次活动上来接，谢谢。就是这次跟女神小薰一起拍 MV 啊，在过程中呢真的被她电到，看到第一眼就被电到，就是看到第一眼，因为之前看黑社会的时候就还蛮喜欢他，然后也觉得他虽然有一点好像偶尔会露出大神的个性，可是就觉得很漂亮，然后也很喜欢他听他唱歌，然后这次第一次见到他本人就觉得很开心，也觉得很漂亮，然后有被电到的感觉。那他听到你说你从以前看黑社会他会开心吗？其实我们年纪没有差很多，对，故意讲这样闹他一下。因为这次还有跟这群人合作的哦，对，因为其实这群的影片我也有在看，然后就很喜欢他们拍摄风格，然后听到他们要拍我的 MV 的时候很开心，然后就是也就是刚好有机会可以认识他们，就觉得他们相处起来真的非常的有趣，就是很好玩，就无时无刻都有欢笑声，可是他们虽然很一直在搞笑，可是就是在工作上面也是非常的专业这样，对，就像听说 MV 也是修改了至少10次以上吧，对，就他们就是不厌其烦，就是一直修到最好，就很谢谢他们。就是你私下很腼腆，但是这群人就是笑点非常多，那你有没有被他的那个笑点整个个性都变得比较开朗？我其实很希望跟他们一样，我很希望跟他们一样，就是这么能够活泼，这么搞笑这样。对，其实有时候也觉得自己有时候会太硬吧，可是可能就是很难改变，就是比较害羞，很容易害羞的体质这样。那因为这次合作其实有像是小薰，然后木星还有那个嘛，丫丫，对。然后那因为刚刚有说到理想型，如果硬要从他们里面选，你有办法选出来吗？你说小薰、丫丫、木星、东仔，我觉得都可以，都很棒啊。这是随便挑的意思吗？随便挑，还一定要选一个的话呢？一定要选不出来，就是选一个过圣诞节好了。过圣诞节，那就看他们哪一个有空。对。那因为这次的专辑是那个什么一个幸福的吻嘛，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幸福的吻是什么时候？最幸福的吻吗？可能有点忘记了，就是因为单身太久了，有点忘记那种感觉。对，那当然就可能之前跟就是我忘记了啦。你现在就是为了粉丝们，就几乎就是没有在找班是吗？其实也没有特别不找，就是可能就是想要先工作上为主，然后就是对顺其自然。那可不可以先透露一下理想型的事？理想型嘛，其实就是看得顺眼，然后个性好相处，这样，然后喜欢笑。因为你已经合作这么多女明星了嘛，那有没有之后有最想合作的？目前还没有想到哎，就是可能要看那时候的感觉，对，然后看作品适合，对，就是。对，目前还没有想到，可是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机会。你在抖音就是有非常多的粉丝啊，那就是你平常都怎么跟他们做互动呢？
互动吗？因为其实他们，因为现在就是真的就是不管什么年纪的人，就是很会用网络上的那个美 IG 之类的，然后他们其实就是非常多人会私讯我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全部人都看完，所以就是其实我就希望大尽量就是做一些活动啊，就是可以跟他们互动这样。嗯嗯嗯。那你最后要不要再宣传一下这张专辑？这张专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喜欢。这张专辑就是一个幸福的吻，那就希望大家听完都有幸福的感觉，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。嗯嗯、那就是2020即将到来啊，要不要说一下新年新希望？然后打算跨年要怎么过呢？希望吗？我希望就是可以赶快就是还有新的作品带给大家，然后就是让更多的人认识我，然后跨年就是不知道哎、欸，还没有计划。嗯，对。Okay. 谢谢。